这个是，选了，SK Two，我还挺喜欢这个，我也喜欢，听着贵啊，来第一个 SK Two，听因为听着贵，贵的，我们叫 SK 二，我家里就有，然后这叫 SK SK， 看一下，这吴亦凡老师，不行，这不行。因为团体首次采访时被选手意外 Q 到啊！天极限，我天哪！被哪一个选手 Q 到？哪一个选手？这个就像八极限，对对对，就像八极限，你知道？我也是。哎，那我说实话，我推荐这个 Wings， 因为自多，但群友也有感觉，我喜欢这个，我也喜欢这个 Wings， 但群友也很感觉星星。俊宇。因为他这个上面写了嘛，带上翅膀，然后一起翱翔自由的天空，然后这个可以，空少勇敢飞 ，Wings 永相随。哇哦！那这空少勇敢飞，吞口永相随。Wings 好听 ，Wings 好听，对 ，Wings 是，但是其实讲实话，一提到翅膀，我就想起来鸡中翅啊，什么东西，好吃，鸡翅根啊，这个可以做场外应援。而且我觉得这个真蛮有寓意的。要我们叫吞口 Wings 很多，然后刚才不仅仅是字很多，它我觉得它比较 Wings， 而且我觉得好，恭喜，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音叫做 Wing。来，恭喜你！投票的是那个翅膀，就前三个是问，不是天空翅膀飞上。投票吧，投票吧，来三二一，吃。另外就是幸运网友，看完这些，没人。好，我们的以后的粉丝名就叫你的，你的选的全。